我觉得非常非常好，就是《红楼梦》的题材和芭蕾舞达到了一种非常巧妙的契合，就是芭蕾舞的轻盈反而给了《红楼梦》一种梦里梦外，然后如梦似幻，所以说我就觉得非常非常好，很巧妙，很简洁，但是又完全足够了。时空的那个转换，就是两组演员就是诠释着他们不同年龄层次的一种表演，我觉得是不错的。还有就是舞美我觉得非常的棒，是干净，对，霸气，然后呢又能反映出中国的传统的审美。那个黛玉葬花那个画面印象比较深，身体跳得很好，然后表现力也非常的好，感觉舞台啊灯光啊包括还一些服化道我觉得都挺好看的。每个那个性格角色的表现都还挺鲜明的。整体的那个整齐呀，包括节奏呀，就是情感还是蛮细腻的。